不就是个校刊社小记者，神气什么？哇，屁孩二号聊天室的有没有像你们？这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我被揍了！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想反抗吗？看你还有没有种继续写。哦，是我写那个，然后被他们揍这样子哦。啊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。欸，这是之前跟我从小搭搭那一个吗？长一样的欸。玉米，你怎么了？又是那一群恶霸对吧？我不是警告过你了，不要再惹他们了吗？你看你被打成这样，站都站不稳。你就是这样，从以前就让人放不下心。作为这个校刊社的记者，就一定要写真实报道。我不想说谎，我不想要当个骗子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你还是活在爸爸的阴影下。他就是一个骗子，妈妈因为他走了，我不想像他一样活在谎言之中。毕竟从幼稚园我们当兄弟那么久了，所以说其实他妈妈不在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已经自杀了啦。然后那时候他爸爸骗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没有女生在尿尿？你可以去厕所啊。你现在可以到那个公园，有没有有女厕？你过去看一下，啊、哦，看看有没有在里面尿尿。但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。校刊社社长也怕得要死，以后应该不会再找你有再有你的文章了。可恶，为什么这些恶棍可以取什么予取予求？难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没有人是瞎子，你傻了吗？那个老大爷只是个走狗，还不知道后面哪个家伙下令的。再看啊，你看他连看你都没看见，就把你整成这样，除非你比他还大，不然根本不是对手。比他大，对呀、啊，比他大就好啦。什么地方大，讲清楚啊！不要都讲一半的啊！你这样还有乱想啊！哎、欸，你好，阿贤，各位早，各位早。什么比他？难道你想？我想要总账。哦，选举啦，好、哦，选举啊，吓我一跳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想说，这游戏可能玩到后面突然变18禁也不太好吧？哦，你看，连我的手机都开始反抗了。选学联会会长，这样那群恶霸就再也无法无天了，啊，再也不能无法无天了。这样你在学校里就会比他大，好像个是好个好方法啊，但你要快，因为今天就登记截止了。好，你觉得跟世界使者一样大吗？不太可能，那有点恐怖啊，整个学校地球都毁了。那我们快去找主任吧。我刚刚从办公室过来，那些流氓被主任罚整理办公室，他们看到你可不会列队欢迎，要小心。我知道，不过主任在他们应该啊、他们在啊、主任在，所以说他们应该不敢明目张胆啊，小心避开就行了。哎，我们还是做点防护措施比较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们找看要什么东西。我看到了，软木塞、盔甲与宝剑。哇，小孩的思维厉害厉害，拿！罗马战士，好吧，我们上阵杀敌去，出征！哇，还比一个战是这样，这是战士两个人是吧？哇，死给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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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旧报纸。不想看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切。好，可以出去了。哇，马上变装！哇，这里什么时候变成罗马了？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哇，我们的域名大大到底是他的视野跟我们视野是不是不一样啊？为什么他会一直认为这里都是罗马呢？难道他从一出生，他周遭全部都是幻象吗？连他的朋友也是低能低能的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帅的？刚刚的刷子呢？细节不重要，我们还是赶紧去吧。好，战代表哦，会长的战术支持。哦，了解。哎、欸，其实蛮帅的、欸。你瞻仰的
海克利斯这个大理石巨像，心中有起一股莫名的勇气。既然他连九头蛇都能打败，那我又何尝无法击败那些恶人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可是海克利斯他被克雷多斯打爆了呢。就在你充满自信离开的那一刻，九头蛇嘶吼将你目光拉回雕像。现实吗？你感受到一股晕眩，一阵火光闪烁之后，你看见海克利斯倒下了。九头蛇将他缠住，海克利斯哀嚎声仿佛回响了，骗响了整个世界。就在你陷入极度恐慌之际，你不敢置信地闭上了双眼，不安的哀嚎声不断在你脑海里中低语。诋毁，你摇了摇头，试图保持清醒。好，正常了。幻觉，中二病，想象力丰富的小孩，没错。好，又拿到了报纸了，被捏死。所以说，我要到底？我真的现在没有办法看那些捡到的报纸哎。如果我按 Q 直接离开，又要重新读取。他这是给你通关之后才给你看，可以哦。倒退键啊！哎呀，倒退键啊！了解了。那我们拿了这么多东西，我有点看不懂哎。啊，霸者正义。上面斗大的标题写着：全校师生鸣谢高院长捐赠这个教育基金，本校将用更多的。将用此新增诸多这个设备。另外，在报纸奖惩名单中，你看见高云生同学获得大功两支，事由却只写了特殊贡献。高云生是不是我们在幼稚园的那个老大？是不是？他现在在这边是应该是老大，不然怎么会有特殊贡献？是有多特殊？西门大火。然后是真实事件的感觉。秀丽的字迹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妈妈的那个哦，了解了。用台语讲，我不要讲，特殊贡献等于钱，用钱去换大功两支。我不要讲台语啦，我等下讲台语，因为笑死，对不？啊，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座雕像？先前总统诞辰的时候搬进来的，大概是校长又在拍马屁吧。好，有一张纸条。那些远方到来的旅人啊，放弃希望吧！英雄豪杰都葬身在这个在巨鸟猛狼的利爪之下。一阵又一阵，一波又一波的攻击，像海潮一般袭来。即使你能抵挡每一次的冲击，也难保你能回击。你大可努力尝试，但你的生命有限。避开才是上车。我走路好快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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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吓死我啦！嘿，玉米，这鸟会说话哎！我靠，你想干嘛？我有武器哦！哦，这个应该是我们同期的学生，你看他身上有带那个领带，这个领带应该像是象征着他们学校的制服。明天还有直播吗？不见得哦。啊，要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我看他眼神挺诚恳的，应该是没有在说谎。其实我也不想伤害人，但人在江湖不得不低头。要是我不听话，倒霉的就是我了。但我想，如果你能打败他们，那我们就有救了。我们也不用像怪物一样伤害人。所以说，这些就是被霸凌者霸凌之后，为了要融入他们，所以说强制让自己再去霸凌别人，为了保护自己。这还有想到我之前看那一部九把刀那一部戏啊。叫做怪物，报告老师，怪物剧情差不多也是在讲这个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帮我？等等，守在那边的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，就凭你身上的破铜烂铁、生锈宝剑，怎么可能和他们对抗？嘿，放尊重点，这身装备明明很帅，嘿嘿嘿，没关系，让他说，谢谢，我就知道你是迷你的人，不过。与其跟你说他们会出什么招，不如我实际演练看看吧。我跟他打、欸，哇，打架打架，怎么打？
敌人攻击瞬间单击也可以使剑可以格挡。哦呦哎、欸，哦哦呦，不错，能接我三招，三招有基本功。按力剑进行攻击，正式的来喽。哦哦哦哦哦哦是哦，哦呦，哎哦不要别别别别，哎哎哎 ，Yeah， 帅，我已经掌握到精髓了。你是我们的希望，我这边有幸运硬币，就让你带着吧。幸运硬币是什么啊？一个赞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吸收人脉，有没有？你看他们在那里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开他们？你还记得刚刚那个鸟是从草丛跳出来的吗？或许我可以躲进去。好的。哇，这些学生就是鸟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游戏玩到后面，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吧，躲藏、解谜，然后看剧情，然后据说这个剧情蛮短的，然后就这样结束了。哇，这边不行。我这就，哎呀！福利社一年份饮料是我的啦！哦，我、哦，哎、欸，也不给我点缓冲，不给我缓冲，不给我缓冲，啊！哎呀，痛！打赢了又没有经验值跟装备可以拿，可恶！果然是，哎、欸，有一本笔记本，假装我是雕像有没有？嚯、哦，这什么？收入了法血布，哎、欸，捡到了。法血布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能看法血布啊？一本蓝色的作业簿，里面写满着“我不会再挑食，我不会再挑食”。你还记得被发起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用几支笔一起绑起来，一起写很多遍。哦，这件事情我做过。你们现在有没有人在发写的时候，一支笔绑很多支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个拿很多支笔把它绑在一起，然后一次就可以写很多遍了，有没有？我以前有这样做过，还蛮爽的。我最多是绑五支啊。法血嘛，啊你就绑五支哦，然后把它绑成纵列，有没有？纵列绑起来，然后用横写的横的，还蛮快的。但是要绑好，不然的话脱落，有些字迹不明显。哦，我不再挑食，我不再挑食。别动，蒙呆奶，蒙呆奶。红呆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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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怎你怎么会期待玉山通里面有东西呢？我就是期待不行吗？好啦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女神像？在你面前是一尊大理石造的丘比特，他拉开了一把空弓，身上没有半支箭，或许箭被人家拿走了，会被谁拿走？哎、欸，那边有爱心哎、欸。他好像认真看着远方，不知道在看谁。那两只眼睛看到快脱窗了，是这样？是这个？这是女生还是男生？他爱着她这样子，这就是爱情。原来这就是爱啊！哎、欸，那边好像有一个，嗯，他有什么碰碰运气什么东西？处分单。一张已经1000发的处分单，上面大大的红字写着“大过一只”，以及吴用同学的名字。吴用是谁啊？处分理由是私闯办公室篡改成绩，有违公正与道德，大过一只，外加爱校服务30个小时。篡改啊！看到一只细长的铁剑。哦耶！把那支箭放在丘比特上面好了，应该是要把这只给射掉吧？放上去，射右边那一只，
是。谁射我屁股？太阳哥你好，梁凯燕你好，怎么有点头昏呢？哇！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他被丘比特射到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可以理解。突然爱上我这样子，请多多支持我选会长好吗？是的，我的爱人。等下他对我一见钟情了，这么屌。然后他吃醋，哇，心碎了。眼见最顽固的人也能被招降之后，你信心大增了。那我再跟他说话，他会不会揍我？我要报仇啊！这个是女的哎，再看她下面穿裙子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都穿一样的啊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谁？就是你，你这个爱情的送葬者，我要为他报仇！哇，开打了！哦，是怎么这么愤怒啊？哇！Yeah, boy，丢掉了，老大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去了，来啊！你好，星辰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哎呦，好险啊！啊！完了，开打。会死啊！哦 no！哦 no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安安，成绩登记簿，老师用来登记成绩的簿，仔细一看，你会发现吴用同学的成绩栏上有一处明显的涂改痕迹，原本70被硬切成90。啊，我好像以前干过这种事情欸。你们是不是也是啊？篡改成绩，我怕被我妈打，有没有？我也是这样子把70改成90，然后就还是被我妈打了，因为改得太不像了。啊，怕。教师日志。哦，哎，这样他们还会动哦。老师的教师日志上面记录了课堂的一些事情，其中杨写的同学举报郭美玲浪费早餐牛奶，罚写500遍，我不再挑食。所以那个罚写是他写的。郭美玲是谁啊？哇，一堆狼！前面那么多敌人，玉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看他们会不会一个一个来，还是尽量避免他们一窝蜂的时候，能避战就避战，最不济我们也要试着起击破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怎么敲这只家伙？用这个吗？尿尿神童去尿他，快点！你看见了一尊这个奇异的雕像，他哀嚎的看着每个经过的人，或许是缺乏什么吧。这尊尿尿小童怎么看起来有点哀伤？或许是没人跟他许愿吧？不是都说神明其实很需要人家拜他吗？尿尿神龙算神明吗？不然你要不要把幸运金币丢进去？哎呦，丢！然后呢？哈哈哈哈！看，跟我想的一样。看这个逻辑好直接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这个作者是不是跟我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啊？看报社哎，哇！要是我早上起来，我也可以这样子就好了。一定可以破世界纪录！我要去登记。攻击模式一样，看对手三下再还击。也是也是，刚刚都太操之过急了。大爆射鸟！啊，开打！打狗棍法！完了，我不会这只。哇哇哇哇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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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他这个都不能多砍一下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感觉浪费时间呢。好，算了，我们总算到了。大爆射有没有？这是谁啊？报告主任哦，他是主任啊！哇，穿的跟希腊的那有模有样呢。我想要登记学生会会长，怎么那么突然？算了，主任，我很高兴大家对选对民族选举很有兴趣，不然每次都只有一组参选，我就认可了，去吧。记得之后啊、哦，有选举辩论要参加，我要参加辩论呢。报名成功，哇！要被揍了！你这小废物，老大不会高兴的。走着瞧，你以为你选得上吗？到时候你被整死就是你。好，要被霸凌了。哇，连他都换装了，呵呵，气氛好凝重，大家都不太敢说话，而且好像刻意避着我们。一定是那群流氓威胁大家不要支持你，这样怎么选啊？好吧，我把分开，我们分开行事，去找找那些有没有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，或许能够说服几个人支持你吧。哇，真的身怀在罗马世界了呢，这个算是罗马嘛，对不对？明华，你在这啊？刚刚去哪啦？我刚刚在主任那边拿考卷，我都听到你要参选了，你怎么那么鲁莽啊？你听我说，大家都不敢说话，必须要人先站出来驱逐大家的恐惧。可是你从哪里来的胜算？学校里光是他们就超过三分之一了，所以我才要努力集结剩下的人啊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一定可以压过他们的。哇，你太勇敢了，也太蠢了，不管你行不行。啊、哦，该怎么讲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、欸，可是我突然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怎么讲？无知，无知才是最勇敢的。我这样讲有没有对？因为无知，所以勇敢。他就是因为无知，所以他勇敢。啊，到后面的后果应该会很惨。啊，打老大会很夸张哦，了解。所以你会支持我吗？当然会啊，你这个人就是不能没有我。哇，默默支持。在你眼前是学校最有名的骑士雕像，据说他会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晚复活，并且取走胆敢靠近学校之人的性命。但另一个更知名的传说是由骑士体恤马匹的辛苦，因此半夜的时候会换成骑士被马骑的样子。感觉好恐怖哦！被马骑。同学你好，我是……啊，知道啦，知道啦，你是那个被打得很惨的家伙啦。我那时在马桶上听得清清楚楚。那既然你知道，那你愿意？同学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但是我爹叫我不要惹是生非，很抱歉。这样啊，但我可以偷偷帮你一把。我刚刚在这里捡到隔壁班的班长笔记本，八成是掉了。你拿去给他，一定可以博取好感的。真希望你有什么作为。哦，这种人就是不想惹是生非，但是又想默默的帮忙，然后就是比较属于中立立场，不太敢去站边选边站。好，然后这种是力挺的，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，有没有？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对啊，无知者无惧，没有错。同学你好，哦你好，你愿意支持我当会长吗？哦吼，这么爽快，他有听懂吗？你确定刚刚我说什么吗？哦，有啊，好吧，姑且相信他。他选举会辩论会要来哦。哦好，所以那个选举辩论会是什么时候啊？那个没在听啊。同学你好，你哪位？我是一班的王玉明，我是来告诉你，王同学啊，有没有兴趣加入现代诗社啊？那个不是啦，我是要说。被打断了、欸，现在加入的话就能获得社团历年诗集一本哦。不用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马上被强迫推销，这边有一张纸条哎，罗烂的乐谱。这张已经罗烂的乐谱上，你可以看见几个潦草的字迹，上面写着：“总之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把那个写我的小记者给处理掉就对了。”不要像上次把人弄到医院，
你知道那有多麻烦吗？我爹知道了也是会啰嗦的。啊，就是这个霸凌的老大这样讲，就是我啦，怎样？我被霸凌啦，不行你。我这边议论纷纷的一堆人。同学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是王玉明对吧？那个写校刊的记者啊，是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很佩服你的作为，说出大家不敢说的事情。听说你要选会长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，谢谢你同学。你要帮我们出气啊，加油吧，我会找人捧你，好哦。Yeah， 我们有七个了耶。同学你好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看来不想被牵扯，这种人也有啊。你是干嘛？这个阿摩尼亚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是我好像以前玩过的样子。哎，奥什么离开？哦，离开了。华美的大理石雕像凝视着远方，它的左肩背负着一个希腊风的酒壶，似乎在等待值得让它酌上一杯胜利美酒的英雄。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强制业配。哎，旗下安安。你是隔壁班的班长吗？哦，我拿那本笔记本给他。这次要选联会的会长，你愿意支持我吗？那个，你不怕他们？当然不怕。你看我全副武装，就是要跟他们正正当当的战斗。那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，我就会偷偷支持你。什么事尽管说。我的笔记本被那些流氓不知道丢到哪里，可以帮我找回来吗？好，我捡到了。Yeah， 获得一个收录的小笔记本。弄巧成拙三，一本掉在地上手掌大的小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微微老师不会发现。我知道你家人很重视成绩，我只想帮你，对不起。”哦，感觉像在偷改的那种感觉。嘟嘟嘟，安安各位早。哇，这感觉就像是学校的小操场，有没有？以前小时候在跑都觉得学校这个操场超大的，跑得很累。现在感觉怎么那么小一个啊？这个感觉就像小学的那种操场啊。药单，郭美玲同学的药单上面开的几乎是胃药，其中一条叮咛，啊，叮嘱引起了你的注意，严重乳糖不耐症啊，不能喝牛奶，喝牛奶会落晒。我是有一点啊。有的人夸张，只要轻轻喝一下就岔出来了。同学你好，我是学联联会，不啦不啦，不要烦我。我正在感受天气的流动，可是现实需要你的参与。闭上你的鸟嘴，反正选谁上不都一样，跟我无关。看来是不能沟通的朋友啊，看来我们的政府选谁都一样，也是没有办法的，随便选一选。都是一个样子，干脆就不要投了算了，是不是？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是玉明吧？欸，想说从背后吓你一下，但是被识破了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也会选会长对吧？对啊，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。别说了，我和你一样，我和你还有阿强从幼儿园就混在一起，一定投你。哇，九个九个。老大会魔法飞弹哦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反正到时候就知道啦。你看见一排这个旗杆竖立在此，金黄色的旗帜飘扬在中央旗杆上，仿佛在夸耀某人的荣光。玉明，我找不到多少人支持我们，你找到足够支持度吗？支持度越高，我们打赢几率也越高。我也找到不少支持者了。看来大家果然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要我们努力，一定可以唤起群众的力量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高云生就是那一个王八蛋就对了。谢谢你阿强，没有你支持，我绝对走不到这一步。少恶心了，兄弟要互相帮忙。说真的啦，从以前都是你，现在一路帮我啊，现在就看这一手了。成功的话，学校也会干净多了吧。我觉得他们太天真了，太天真了。
开始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他妈的，还真的给我们找茬！老大跟你借的朋友用用，别这么小气。玉明，不要管我，我要被带走了。闭嘴！竟耍一些卑鄙手段！阿强，我来了，我还要过去敲这样子。哇，这边写第一名，秩序卫生冠军的牌子。进去，要怒打一波了吗？你要羞啊！他们的老大怎么长这副德性啊？大哥，那个傻瓜真的来了耶！大英雄，哇！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我的朋友在哪里？哇，那个他们的老大看起来真的蛮屌的，有屌到买家庭号连续灌一个月绕赛就免疫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是没有特意这么做啦，哦，但是清肠还蛮方便的，哦，你便秘的时候可以多喝一点。这不是老大吗？既耍一些卑鄙小手段，我，哦，要开始打了。老大直接上了，我们快让开，有好戏看了。打爆他就还会有更大的老大出来嘛，是不是？云深下令了。云深是他们的老大，但是他不是云深，就是那个高云深嘛，是不是？帮派老大，哦，哦，哎，欸，他们也会防御，哎，欸，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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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，哦，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！哇哇会被反击，哦呦，好，嘿嘿，这根本就奇美拉嘛。哇哟，好险哦！喷火嘞！哇，一呆！哦哟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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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嫩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输了，云深。啊，老大是云深啊，不是他，啊。阿强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哈哈哈。可恶，辩论会要开始了，没时间逼问他了。不过这恶霸平常倒是说话算话，既然刚刚都说安全了，那我等等再去救你。阿强等我。哇，居然敲爆他，好屌，啊。云深，你赢定了。我要参加辩论了。噔噔噔噔噔，看来那个不会说话的废物输了，你还蛮能打的，真的是你阴险小人，你就这么怕输给我吗？你以为得到几个人的支持就能撼动我吗？社会就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组织，你这个最底下的人少妄想爬上顶端，只有我们才适合领导大家的人，啊，才是最适合的。废话少说，难道就不能堂堂正正跟我比一场？当然，当然要比，但凭你啊！但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赢的机会呢？凭那没人要看的校刊，还是那群低等人种？罢了，有人陪我玩倒是挺高兴的。接下来举行第21届中华民啊，不是中华民国，抱歉，21届民国中学啊联会会长辩论，两位上台。哇，居然是找他来那个啊，喔！哎，欸，是吗？不是吧？哇，这谁？哇，好屌，喔！现在宣布21届民国学院联长的辩论开始，在左边的各位选举新秀王玉明，而右边则是现任学联院会长高云生，现任的，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辩论，我等不及要捏你这个贱民了。
你没听过革命吗？今天就是你的辛亥年。死鸭子嘴硬，跟你那没有我爸经费就印不出来的校刊社一样，都是上家之犬，哦，上家之犬狂吠而已。我就先你，就让你先吧。我提议英文课用收音机教学，年级一可以提出证件。哈哈哈哈，好笑啊！我提倡资优班制度改革，看准敌人的攻势，单击 AKS 可以反驳对方的意见。被打了。我支持朝会减为一周一次。哦，那是念朝会。顶回去。能。让图书馆新建更多的读书空间。Yeah! 但是假日不开放有什么用呢？还要反驳回去了。哇，欢声如雷！绝对要准时下课啊！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提议的？啊，让老头的订阅上到200,000，有没有人有异议啊？啊，以后学校上课只要5个小时，如果我当上了，你们通通都有马子可以把。啊，女的有帅哥小鲜肉可以追，可以在一起。男的可以有妹子可以在一起，快点选我选我！我提议学校福利社扩建。哇，这更多哎！哇！我死掉了，没有挡下来全部。老头，你现在在玩这个哦？对啊，政治是众人之事。没错，我提倡资优班制度改革，这刚刚讲过了。所以你的具体政策是哪些？啊，没有讲，我赢了。哼，被秒杀。这是一场精彩的辩论。那我们现在有请两位候选人在舞台中央握手。哼，真有两下子，骗子的儿子果然有遗传到口才。你说什么？你那骗子老爸不就是勾搭太多女人才让你妈气死了吗？哇，在这边讲这种话，这样就不高兴了。没娘的孩子就是没品性，跟你爸一样，只有嘴厉害而已。你从哪听来的混账？你以为我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阿强告诉我的啊。看，真的假的？原本想动点拳脚才会说出来，没想到只是抓起来就怕的要死，什么都说出来了。这友情还真是坚固啊！你这叫胡说，友情什么的都是屁啦！你看看，要是我跟大家说你爸爸只是个会外遇还气死老婆的糟糕男人，同学们会怎么想？还会觉得你适合当会长吗？要是让我爹也知道的话，你爸爸工作能不受影响吗？表情不要那么恐怖，笑一个行不行？未来会长，你这个混！哦，王玉明，你给我放手！你还做的不够吗？他老爸，主任就是他。他是主任哦，就是他打伤黄同学。什么？是他们先？不要再狡辩了，他们刚刚都跟我说清楚了。难道不知道黄同学有语言障碍吗？你怎么这么没有同理心？哇！把这个案的说成是明的了，主任没关系的，我相信玉米一定不是故意的，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这混蛋根本就是他们先。好，玉米你冷静了，你开始失控了，我们做人要有风度啊。哇，这眼巴点挡是不是？哇，疯你妈啦，你才失控，根本没有。我明白你缺乏家庭的温暖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帮你啊，你不需要用怒火报复这个社会啊！闭嘴！哇，这给他扒下去了！你居然还敢动手？看来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要取消你的竞选资格。
你们快去照顾高同学，等等监视器准备报警。哇，太黑暗了，别再说了，去办公室等我。在一堆贱民中，你的表情真是最棒的，我玩得很开心，谢谢啦。由于王同学失去资格，因此只有一组候选的情况之下，明天就将同意与否直接投票。哦，就变成说，就是要不要让他当选这样子，没有票选了，就是是与否而已。当时被殴打的学生正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台北市议员高云生，他向我们揭露当时学生时期恐怖的回忆。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的眼神是在警告我，挡我则死，他想杀掉我。说真的，如果当时我知道他这么在意输赢，学联会会长的位置让给他都没有关系。你讲干话，你这个要不是那天有主任在现场，后果我根本不敢想象。至于后来的话，我记得他被记了两个大过，也差点被学校退学。他爸爸那次之后也在公司离职了。至于原因为何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他后来在学校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接触了。根据附近邻居的说法，王姓凶嫌这种事情都一体两面的，不务正业，也经常与父亲吵架，闹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。邻居的婆婆妈妈也经常看到王姓凶嫌戴着黑眼圈，走路摇摇晃晃，疑似是吸食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后遗症。尽管目前建设小组还在建设当中，但是警方也表示，吸食安非他命确实会导致精神恍惚，不排除就是王姓凶嫌胆敢痛下杀手的原因。而我们的记者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当晚在现场的邻居，让我们听听邻居的说法。半夜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睡着了，突然听到叮叮乒乒，好大声哦！啊，那我就赶紧跑出去看啊。三大姑就退学，看到他两眼失神，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哦，差点吓死我了。还好哦，我赶紧报警，要不然哦，谁知道会不会被他毁尸灭迹哟？毁尸灭迹！你这个不孝子，整天都去哪了？我的酒呢？还喝？你别再喝了，你是要把自己喝死吗？现在倒是管起老子了，很了不起是吗？妈的，也不想想谁养你的，反正不是你，现在还不是我拿我的打工钱在吃饭。你那一点破钱能养活谁啊？你老子当年可是经理耶，整天吃香喝辣，哪有现在这么落魄？现在呢，还不是个穷酒鬼？有种再说一遍，你过来！完了就打起来了，啊，没有，跑掉了，永远不要给我出来！你敢出来试试看？啊，我长大了这样子，哇，我长大了，还是一副衰小样。